的没有在录啊。没有吗？啊，有啦，有在录的。水电没有保，但是他也没有在充。我故意的。什么意思？他有在充。他没有在充，他没有出现充电符号。啊，等等，那我要 check 一下我的背包里状态是否 OK。我眼睛看不到。对哈、哦。有电，那就不用担心。上去就对了，它会充的。就是说，它在充电状态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是秀那个，不是秀电源符号，它就只是秀电池符号。我也不懂为什么这样。我看，它只有电。嗯，对啊。对，但是它有在充，真的、啊。那走吧。下去，伸展筋骨。你怀疑它坏了吗？没有啊，就跟昨天差不多，负二。为什么上面雾雾的、啊？是我眼花吗？还在下雪，所以雾雾的。好多人啊！这里就可以了。你怎么了？勾到了。啊，在这里。好，预备动作。不是几啊？有了。手暖起来了吧？我手暖起来了。但是我刚手是冷的啊。嘿呀！嘿呀！一短。先一段。
就滑。我跟在你后面好了。不然你滑滑比较不陡的也行、啊。在后面，你刚刚怎么了？你朝山倾，然后就过头倒。好痛哦，撞到了。嗯。撞到手。哎呦！侧降，斜后侧降。啊，是哦。你说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嗯。先踩左脚。老师要跑了。嗯。这样不好哦，头要朝前一点、嗯、头要朝上一点，你这样踩上去会往前滑，头要朝山上一点，对，这样子就对了，再更上，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这样是对的。不够山上，你的右脚跟左脚都站在左边，都往山下站。好了，踩一踩，踩一踩。好了，右脚站过去一点点，回头一点点，紧贴着板站。踩板，踩板，踩板。踩板是滑倒了还是踩板？踹他啦，踹板子的意思啦。我要滑脚了。啊，你不要坐，你都不要坐，你先站在原地，先不要穿啦，这样子不能穿，这样不能穿。你要先站着，你先站着。站在原地，让身体知道这个不倒。接着，头要在朝上，头要在朝上，好，这样就对了。那也不用跨起，然后踹他两脚。你站在下面，站在下面，右脚往前，右脚往前，然后踹踹踹踩踩踩，踩不到吗？嗯。这样已经可以了，这样已经可以了。再上去就要掉了。好 啊，好，可以，很好，好的很。接着再踩右脚、嗯。很久没有穿穿脚了呢。嗯嘛。你的右脚还可以吧？好了，可以了，很好。很久没穿脚。嗯嘛，好，跟着我，右脚重心脚滑完一个弯。左脚重心脚滑完一个弯，右脚重心脚滑完一个弯，左脚重心脚滑完一个弯，右脚重心脚滑完一个弯，一个一个弯滑。还有一件事，就是现在已经是乱了。嗯，嘿，就这样。
就是要用弯的滑法哦，要是用刮的滑法的话你会比较累，嘿，要用弯的，一个弯，欸，这里都刮好多哦，一个弯，重心放对，一个弯，重心放对，回山，弯到底，回山就好，回山弯，那表示你重心放不够下面，太山倾了，太山倾了。是啊。昨天应该积了十公分吧，对准他，我用屁股接。有吗？有用屁股？我现在都用屁股接。怎么用屁股接？屁股就准备要进来这样。我还怕这种。在膝盖还没撞到之前，我屁股会先压下去。对。压在座位面上，但是你不能太早，太早就坐到地上了。对啊，都被挡到。但是所以我就回头看了，我觉得这方法很好。我以为他要去撞柱子。我在想他在干嘛。他要接近那里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他想跳一下，然后有撞柱子的风险，不是很糗吗？也没有啊，除非他一滑过去发现那里是个洞，变更雾嘞。是雪变大还是这里比较雾？是雾吧，不是雪，是雾，是吧？不知道，我说这。因为雪有很大吗？早上也差不多这么大，但是早上没那么雾啊。我觉得是雾。怎样？我感觉脚有还是有一点痛，是啊，觉得痛。
那要怎样？我有买一支。酸跟痛。地方需要人家请或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要请老师啊？嗯，对啊，等到学理回来。嗯，不然现在请我们就一直矫正姿势啊。你的左转跟右转都矫正，然后你就都平着拿吧，强迫上半身朝三下。就其实练习都一模一样，然后只准踩那一只脚，不准另外一只脚不准踩。对，就是都一模一样。其实我也可以做，我大概我不确实的时候也只有七成做到。而且平着拿的时候，不是说往右转的时候身体。这边这只手要放倒，往左转的时候这只手要放倒了。嗯，好，那我等一下也这么做好。行行行，平着拿对不对？嗯、要转弯对不对？嗯、往右转的话，要重心要这样。往右转的时候这只要放低。嗯。往左转的时候这只要放低。嗯。左转，右转。嗯。左转。要很明显吗？有啊，其实他练习的时候强迫是说你要摸在膝盖上。你没有拿瓶的时候，你没有用棒棒的时候，光是手摸膝盖练习的时候，要做到那么低，他的要求是这样。对，好冷。我昨天自己练习，我不是说我晚上回去，我觉得腰有点酸，大概左前腹部跟右前腹部会用到力量。那如果是 Jason 教练的讲法，就是说一拳打在那里的感觉。肚子要用力啊！肚子要用力哦。哪里啊？啊？被打的时候用力。超右转的时候，重心放左脚，所以左边的你要假装左边，我要腹肌硬起来。要硬哦，为什么要硬？只是一种想象，因为大家会不自觉缩上去什么的，这些都只是一种辅助。嗯。对，就是强迫要硬，要缩什么什么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想，嗯、总之就是脚要踩这只脚。全部归根究底都是要做这件事，只是要用哪一种说法而已。摸膝盖是一种说法，嗯、右脚不准踩，右脚抬起来也是一种说法，嗯、头往这边也是一个说法，还有那个手臂哪边也是一个说法，全部都是要练这个东西而已，都一样。右转的时候是左手叉腰。叉腰是让你辅助，让你有一种人像一个七字形。左手叉腰不就左边低了？对啊，就是往左边低，往右转啊。头要朝三下那边啦、啊。对，左边低没错，左边手放膝盖也是，都一样。哦。对，然后只是这种手势我们都会不知道在干嘛。其实它原意是说，我要右转，这只手是要转那个方向去。你就跟 snowball 一样。就是左手叉腰，我要去那边要转，这样要朝山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那说了很多年要把它封起来，一直没有封。但是好像都还好。但每次射很短，我就会很紧张。就是自己紧张。好，这一次就不会碰到了，因为是15分钟周期，下一次就会碰到一车。有啊，有一车在那。他们都下完了，那马上往左边看看多少人在穿鞋，急急忙忙踩上板子就走了。恐怖哦。嗯。没看到什么的，再上去一点。看到人了，一个头，
缓缓的前进了。已经没有人潮了吗？有口袋肉啦吼。嗯，哎、欸，都走出来，都走出来，大概半车吧，松一点点，但是还是满车的。还有人在走，我觉得还是满的。我看今天一整天都满的、啊。他们十一点吃完午饭，那个时候就比较没那么满，人家吃饭，我们走上来。真有趣，这次潮友好不好？即将抵达下车点，请抬起安全杆，做好下车准备。好像很稳，是不是？我觉得很稳啊！你有摸到膝盖那么低吗？大概在滑，没有摸。我觉得比我自己这样滑还稳哎、欸！我的弯都做得很小。我们就这样滑一趟就好了，滑了，想停就能停的感觉有没有？对，因为这个时候会要半蹲，你真的做到这确实啊，真的拳头摸到膝盖那边的时候就会变大腿酸了。对啊，小腿酸。但是重心会超稳。而且你也可以就混进松雪里。其实你真的摸到膝盖那么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会比也可以滑的比较接近我讲的是顺着轨道滑，然后顺着轨道滑的时候雪怎么乱你比较不会跳，但是摩擦着滑的时候比较会跳，差别是这样。总之就是比较不累就对了。这里好不平哦，呼呼。
松松的，一点点而已。好，继续吧。就会大腿就会很酸，就要上椅子休息了。对啊。我看得见啊，就自己滑咯，我去缆车站咯。前面刚卡住了，那两个人有一个人板子掉了还是怎样，在那里连那个都来救他，不知道啊，他们还在搞。是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左脚岔出去了吧。哎，天龙比较稳。没有，因为我屁股已经压住他了。嗯，对啊，先生比较温和。你说你预期膝盖后面要被打了，对啊，我现在都用屁股压他了，我以后都要用这个方法，直到有一天我会坐到地板上。我滑了两次还是三次了？两次而已。啊，那要不要继续用棒棒滑？我也觉得很新奇耶。我觉得超安稳，好像不会摔倒的感觉，保证不会摔倒。我是说速度比我想象中的更好控制，所以我也这么做。第四次，我这台喇叭特别大声，其他都没有。不过也没关系啊，其实我那个上去，你不觉得就是自己找得到路口就可以了。也不是要给别人看，因为老实说自己后来好像也没在看。想要早点，想要那个算是棒棒掉了，然后回去看棒棒什么时候掉了。那个在自己电脑上就会研究了，而且我还是觉得我上次解的摔倒特辑比较好看。对，就摔倒特辑。就是比较没有人场啊，那你如果这中间一直滑，绝对都是人场，就在滑而已啊。好吧，我觉得我有很多次几乎都没有摔倒了，刚刚竟然摔倒，而且还穿不了鞋子。有啊，你那时候可能脚放软了。还有就是你，
你那个坡度你已经觉得紧张了，就是我在下面看啊，你整个人在站姿就是朝山上这样站，但其实那个斜度我们根本没在怕的，对，要倒了。你的那个站的那个站姿其实是我在那种很陡的坡上想要穿板的那种站姿，像是在八方尾跟最上面我就用那种站法，但是没那么陡，没那么陡。昨天第一吼比你胆小，你没看到，你都在前面，我在后面，很慢很慢。你鼻子要露出来吧？你没有。真的吗？对啊。有点凉。没有，你完全没有。雪有变大，我觉得。那感觉差不多，差不多。我的裤子有一点点像水水的。一点点。你刚刚有不自觉把手放在上面吗？没有啊，我现在都放旁边啊。哦，大腿很温暖，一点点吧。就是在测试这件裤子行不行啊？应该说你这一件一样温度会让它化掉，但是它是水珠，它没有渗进去，但是你只剩那件会渗进去。对，差别是这样。只剩那件干的不错。嗯，反正我们也没有。虽然是那样，但是也没有觉得大腿湿湿不舒服，就只是不舒服，真的伸进去就会冷了。对，然后不舒服的话，那一件就不行了，就要换掉了。而且后面破的超厉害，后面以前太会摔了。你是说裤脚吗？脚那边是洞洞装的、啊。所以你到底是紫色跟这件吗？我不记得你这件哪里买的，是500块的时候吗？390，哎，390哦。这么正品的，我买牛仔裤的时候一起的吗？不知道是那一次还是之前，因为我记得就是那个地方很便宜啊。对啊，这里就买来看啊。以前我的裤子厚的应该是豹纹那一件，那件才花600。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再买一件牛仔。我也想买，当初要是跟你同 size 15万，我就买了。什么叫同 size？ 你是说只剩一件？太小的我穿不下，它就是 S M L 各一件。然后你好像比如说你拿了 M， 你就没有了。穿太紧啊，而且还要穿防摔裤，不行。所以就你买啊，我就没有了。不然我也觉得蛮好看的。我重点不是好看，我的重点是我月后汤泽，我就这样穿着去的。不要再说你这样不好，我真的没差。而且昨天你不觉得我们去吃饭也是这样一路吗？对啊，这就是雪国的日常。你有觉得整天闷闷不舒服吗？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会觉得，应该说上厕所一拖觉得屁股凉凉的是吧？就有汗或者什么的。对，主要是汗，但是也干得很快，就是我们的内层也是不错。嗯呀，我防摔裤一直都穿好。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例如说去餐厅的时候，我都是很大力的坐下去，因为你不觉得像上面那个山顶小屋的座位，我都木头了。进去的时候，你没办法站直进去，因为那桌子就卡在那里啊。对啊，我就很重的坐下去，然后一坐下去就说，我有防摔裤，重重的坐下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也不觉得它很卡我，我就一直穿着这个四处走，包尿布。这是上厕所是我剪。因为我没有，所以就这差一件了。有人往下坐了。这是他们的人。他是换班吧？他有一个小背包，他坐下去，再接着嘞。不，他不是要走，他是去换下面的人，换班、下面屋子的人要换一班的。是他坐下去，他怎么滑下去的？因为他是坐缆车，等等，那他要走路走到那边，然后再坐下来，他不想滑雪，他换个班。要走这一段上坡路。这个人提着什么东西啊？他是运货的吗？他背后也拿着很多的东西。
还是有一般人在这儿。嗯，这是往左。棒棒滑法，真安心。建立自信心。抬起安全杆。你有觉得能见度不好影响你吗？会啊，会比较紧张。看不清楚你不紧张吗？没有，主要是跳跳问题。重心正确的话，不比较不会跳。你有没有要坐更低，像我一样摸到膝盖那么低？可以啊，你可以摸到最边边，这么低，试试看，真的很好。有有有，你这样转腿就转对了。像现在这里不是比较不陡，在这里比较不陡的话，你也可以用一模一样的，然后正面朝下，但是你还是要摸膝盖，这时候你的下半身就会转角，你的下半身就会自然转角，对。对，先做到身体逼着自己下去，那接着就会进入脚酸那种状态，接着呢就要自己去调整，说右脚不酸，但是又是朝这个角度。这个到底是雾还是不是我们眼镜雾了吧？没有，是外面的雾。好，这里稍微抖一些些，你可以坐足，摸到膝盖，身体朝下。
好，走啊走啊，继续练啊。一次吧，我的屁股顶住它了，我觉得我的食指需要剪一下。右手食指啊，左手一直贴着没有问题。过来车盖要剪，对，要剪，它翘起来了。哦，我感觉已经翘起来。照下来的几耶？不是，它在手套里模糊。这坐着那么久，我很安心可以剪。好不啊，好不啊。对呀、啊，对我们来讲不成问题。路就那么简单就好。对呀、啊、对呀、啊，来练习。如果是上网的话，就下去了。上网其实我们也知道路在哪里。搞没有很清楚呢，我知道它是一下来就一个转弯，然后后来就乱推一跑，然后就很恐怖。那里就是窄。就是从头到尾都要用有点接近侧降的滑法滑下来，我剪好了，那就舒服了，收好了，已经收好了，找拉链，拉链在这，可以起来。秋天不知道好不好看，不良野秋天好看，应该也差不多厉害吗？不过要看树种，这个树种好像不是那种黄黄树，黄黄树不是比较像松什么的吗？落叶松。对啊，那个要那种黄黄树当配饰。好的吗？是辣的松。对啊，你就记得，你记得它的名字吗？辣妹松。辣妈鸡，辣妹松，是辣，是辣。这也不会是白华，白华日文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这样一讲，我是常看到白华。嗯，白华，白华，搞不好念出来，可能跟汉字完全没关系的字。但是也许我们根本就说听过，但是现在又它会变哈哭。北极熊你知道它就是哈哭的哈哭球什么？上一次那个熊车祸的影片，它是写比库马还是希库马？比库马。但是希库马是什么？棕熊吧。啊，是哦。希库马母子，咚一头撞上。看人家被撞，好残忍。他是为了说不要撞我儿子，我来。我觉得是本能哦、喔，那种一瞬间的，为了阻止他撞到他的，一瞬间的，他可能大脑也没想。儿子或女儿，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个小熊这样手伸起来，接着两个耳朵透起来，他可能坐在那里发呆。傻了啊！妈妈也是。
小口袋。今天穿鞋就好多了。小只轮流麻，现在是很要命。哎呦！要想一下。哎呦，还是好痛啊！哎，没，本来没事嘛。到底要怎么办？啊啊！现在正痛。好痛！你要踩吗？不要，我担心要断裂了，真是好痛哦。房间正常蹲下的时候，那个心的叮一声吗？我不确定。到吗？对不对？但是我都会听到说，你有没有听到？就是他那个我蹲下，心这样咚一声。什么咚一？我不能懂。就很痛啊！这样好，这样太久没被夹了。今年初是滑到藏王二月嘛，最后滑到藏王回台湾。那一次真不错，就每天都在做松雪锻炼，就每天都松的、啊，然后也做那个横仓锻炼，为了要影片看起来很厉害，在横仓用比平常快的速度，最后还是不行。还是飞出去啊！体操白烂的，就板子也不拿，就躺在那边。等到我们厉害，来救你！等到我们厉害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种事。会帮别人，但是我是说，你就是完全挣扎无挣扎就坐在那边。对啊，当然的、啊。而且不是你，好像影片还这样，哦，放软滑下来。不是放软，应该说那时候再滑下来，你就会想说。快停了吧，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转直，但是转直滑得更快，就赶快转了，就把自己当雪板一样，要侧着才会停得下来，然后停下来之后你才能坐起来，真是个好教训。你说忘了看侧车哦、喔，反正出去看地上就知道了。哦，对，再滑一次就准备往下滑，但是也不认得路，不知道滑多久就死了。嗯，我应该没有多慢。好冷。是这次往下滑，还是还要再坐一次小缆车？我忘了，看手表，看手表。现在大概3-40分吧。3-40哦，用不着紧接着11点吧。好了，就这次滑到最下面，你觉得嘞？要不要？就下去了，就下去了。那不要滑到缆车站哦，在前面那边就分岔了。在分岔之前等你走前面了。好、啊，那就一起这样，一样左转。Please raise the safety bar now and prepare to get off. 现在左转，等一下要右转。即将分岔路是右转。请抬起安全帽。哎呀！这里就可以练。其实，在这种比较平的地面，不是都要练正面向下吗？在正面向下滑的时候啊，其实上半身是有点像固定不动，然后是左脚有点像是这样撇出去，跟右脚撇出去，只有下半身在转动。对啊，我现在应该有办法做到，但只能做到那条线为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半身尽量不动的话，就是换脚，然后身体抬起来的那一瞬间就可以换。身体抬起来的那一瞬间是比较松的时候，松的时候转雪板就不会有阻力，但是身体往前放心，那是压紧的时候是稳定的时候，那时候没办法转雪板，所以就是还是要起身，对，就是要起身转这样，所以就是大概是像这样子这样，
这样。好，那我继续下去哦。前滑的时候，觉得自己累的时候，就会挑比较平缓的路线。例如说，现在往下看，要滑平缓的路线的话，就是先往这里滑那边，再往那里滑那边。对啊，那就比较不累啊。然后滑下去的时候一样，就是松松练习啊。左脚。就是速度很慢啊，完全不紧张啊。然后这里比较陡的话，就是不要让自己太快，就不会紧张的，好吧？三琴，不是啊，想刹车。对啊，我只是要找你。好啊，走吧，新路线。这里颗粒声比较大，会吓人，但是其实没那么夸张。这里颗粒声比较大，比较吓人。其实下面有一个变慢的地方，就是
去前面红色网子那边吧，在那之前尽量不刹车就不挂了。好刮哦，还是声音很大。好，一颗。对啊。沿路都这样哎、欸，沿路都这样。啊，对啊，啊，反正到山脚就这样了。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不要想停下来就没事。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然后滑，尽量整个雪道啊。中间有石头，不要碰到石头。好像碰到了，路中间那黑黑的是石头呢。啊？石头呢？石头？黑黑的石头啊？有吗？就一两颗啊，那里啊，那一颗黑的，还有那上面。有受伤吗？我不知道啊。是啊，哪看得出来啊？啊，总之要小心哦。都是结冰，这样一块一块的，真讨厌。这半边比较舒服，嘿啊，要休息一下，不是平比较松。好多小颗粒哦，怎么那么多？其实是我们会心里紧张。因为没有就觉得很脏啊。哎，哎，累了累了。这样脚会酸，这样不行。一直刹车啊。
后都走右边，那我们也走右边吧。啊？直超走右边。对啊，吃饱了要跑到外面，我们就在拉面店里面看什么时候短一点就再出来了。我猜吃饭时间就会短了吧。我想下山就用坐缆车的，太累。有没有觉得嘞？对啊。没有开呢。去王子吧，去王子吃吧。怎么滑错边了？也没有滑错边，从那边也滑不过来。而且下面的雪质我觉得不好，我们也不会想要滑下面。有点差。真的没开吗？他都拉着啊。对啊。没想。好了，慢慢的走上去吧。啊？去王子吃，比较贵啊。快比较好。谁知道？好了，慢慢走吧。还是你要把板子拿上去？不要，因为这里的下面我觉得也一定不好。你说要滑下来是吗？但是拿上去也是花力气啊。走下来应该还好吧。对啊，拍谁了？不过好处是那个，提早知道下面这一段太鸟，不要滑。嗯，有点太好了。对啊，有点颗粒，都是颗粒。两天后再试着一路滑下来看看，看积雪有没有让他们压得好一点。好累啊！脚好酸，有点酸，累了，走不动。没有。过不去这边，是啊，所以下场是一样的。现在可以大拉拉给他休息久一点。什么叫大拉拉？你说用满他的，有点不好意思。用满他的无线，就算没有也可以去旁边用。他整间都有。我走不上去，我脚好酸。我是侧着走啊。哎呀，要不要关啊？关了，真的关。哦